那些说美国不安全的是不是都放屁？那个纯纯不是放屁。什么？现在不知道我受没受伤啊，但他肯定是受伤了。黑人吗？是白人。他走走道，他抢我手机。啊，全废了，扔了吧，没有用了。所以中国人在海外受到欺负，条件允许，请干他。